哎，你不睡觉吗？我得把这段钢琴得给它背下来，扒下来。啊，是这样啊。他可以给我谱，但得谱了，估计明后天不定啥时候给我了呢。我为了赶紧早点弄下来，我就自己、早点弄。我听着他每个音，我都你还能扒下来呢？钢琴上找。那你要不要笔纸记一下？我先把这旋律大概弄下来，我再拿根笔。写谱咋写呢？听着这前面的音。跟他一样，就给他扒下来，然后你拿笔给他刷，把这谱给他旋律给他记下来。在哆来咪发嗦拉西哆。对啊，对啊，记简谱就行。这样听力还是厉害。上学专门就练这个了，视唱练耳啊，这得扒东西。当咪当西咪西拉哆拉嗦哆嗦。一唱就不要了吧？对，我就主要就扒了钢琴那段。你不觉得这两天过了特别，干了很多事情？咱不说一周吧，我觉得过了跟我平时的五天一样。所以，要是三万天都这么过，你会觉得三万天挺多的。怎么过还没过完三万天呢？我说如果每天都这么漫长的话，我能活成只王八。真的太漫长。金哥，你是觉得漫长还是过很快？我觉得过很快。那你回忆起来过得快，但是过的过程当中很漫长吧？不是，哪怕是现在我都觉得过得很快。可能你到四十多岁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时间都过得很快，哪怕是在经历的时候。跟年纪是有关的。对。但是确实，你看现在我29，我想想我19的时候，时间当时我就觉得过得很慢。现在跟那个时候比，对我觉得对那个时候你还盼着够快点。就像我中专6年，我觉得我那6年上了半辈子，我天哪，老长了。大学4年一眨眼就没了。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会盼快点？你想长大，你不想让别人管着你啊？哦，而且好像基本上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些框住。要发展，你不可能小孩子没有人去引导你嘛，所以那个时候，好多东西你不能做，你就觉得过得很慢，想赶快把这段时间过了以后我就可以了。但到现在的时候，他有了孩子之后，我女儿现在10岁，我老是觉得她像婴儿的时候，或者刚走路的时候，就唰一下就变成这样，觉得还是昨天的事情。而且我不是经常扛他嘛，就扛放在骑马，然后坐在肩膀上或者抱他。他过段时间没有扛，再扛他重了，好像有点扛不动了。长大了，就是好像几个月的之前的事情一样，但其实已经过了好几年了。是，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像静哥的生命里有了一个参照物。以前是没有参照物的嘛。对。以前就是自己嘛，对吧？所以突然有了一个参照物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太快了。哎，曾哥，平时我最喜欢待这里。在这儿晚上有时候放空放会儿，看看星星。这一天就基本上就是晚上这点儿放空一会儿。你说这来这节目呢？对。有出来30多年了。30多年，对啊，跟谁，炫哥跟浩哥，30多年，30多年，然后我是20多年，你们10几年，几年的，所以这就大家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是，其实本身对我而言，我不是一个特别综艺的，而且我也是怎么想，我在节目里头就是说话也好，你看我话不多，我就觉得就是还是想就是
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，不多不演，是，就是这样，让我自己想玩的节目做出来，嗯，舞台上好看就够了。对，有点意思。那平时我录节目就是有时候哎，就觉得我只是要去干嘛，但这里我就想来。有好多朋友玩，盖布瑞吉、卓哥有点意思，尹正那调侃一下是太有味了，我觉得。而且不同真在你们身上学了很多东西，那种东西都是一些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影子。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优点。对，对，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是一个时代的，一个时代的，就是你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在干嘛。就比如说，啊，突然聊到看到你啊。我本能反应就是爱情多半底嘛，然后慢慢的越来越交流，他那些慢慢的我的那些回忆都出来了，一些我都快忘记的东西他又回来了，那有点意思。看我就是我看炮哥，还有这么在哦，有应该有，你看我就像我看他，嗯，对，我高中时候玩贝斯，扒的第一首歌就是 Beyond， 嗯，哪一首？真的爱你啊，真的爱你。我觉得我挺喜欢你的，你挺真实的，挺好的。